手。好，也是高达八成，通常新手都会早点来。然后那个有来参加过就知道，食物来再来就好了。好，但是早餐还是很重要哦。好，那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征求一下翻译。我们今天现场有journalists from France， 所以 anyone can translate for them。Volunteers， 有吗？要我点名吗 ？Paley 来，哦，好，早班，好，太好了。是用法语吗？英文啊。We have someone who speaks French, but he's late. 好。那个小班去翻译了，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赶快先连上网络哦。然后如果你是新手，就是放轻松吧，不要太紧张。那个我们今天是第三次响应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Day， 那在之前都这整个活动还蛮发散的，所以剧里面就是其中一个社群说，哎，我也要参加。那但是他们这一次有四个大的主题哦，开放研究资料、公共金流。开放环境资料还有开放人权资料，所以有兴趣的话也就是可以聚焦在这四个，但是不限制。那今天的这个流程大家刚刚也听小班说了，早上提案三分钟，我们有计时人员，但是好像还没有，我们先征求一下计时人员好了。小四可以帮忙吗？耶，那你问是要到连接在哪？好，三分钟，然后一分钟前会提醒，那三分钟就要自己把插头走下来哈，然后再来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介绍，在黑客松没有旁观者，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我介绍。现在可以开始想你的三个关键字，然后呢，我们一点半的时候会有一条龙专案导览，如果你都还没有找到坑，那我们会有一条龙的导览时间。那今天我们的导游呢是来，请你挥挥旗子往后转。好，是这一位不到党产的不到委员，他今天担任那个导览工作，所以可以跟着他走一圈，所有的专案都可以听到。然后下午两点半会有短讲，那一个短讲八分钟，我刚看好像已经满了，好，所以下期请早。然后到五点，好，其他时间就是吃，然后找人。入坑，或是挖新坑，或是随便，好，就是到了五点，好，五点整我们会在这边，好，做成果报告。所以等一下散开了之后，外面还有两三间这个空间可以用。所以黑客松就是一个你随时走都会看到坑的地方。那我们刚刚有讲，所以如果还没有连上，赶快到 hack.glimi.tw。的中间这个连接，哦，然后去看这个登记。先第一个、第二个有人登了吗？还没有吗？那 Mr. Razi 来了吗？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提案了，所以提案人请要开始把那个投影片准备好。好，哦，投影这个顺序就是按照这个。好，所以呢，黑客松基本上就是 GDV 社群的一环。我们会两个月举办一次黑客松，大型的，就在这边，已经这是第，其实是23次，但是其实实际上是24回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叫做第零次，哦，好宅哦，好，这是第二十四次在这边办松了，然后今天会有非常多的专案，然后还有各位，哦，那这个这样的组合其实好像是一个大平台，但是常常最后是变成。了不起，但是不负责，因为很多专案做一做，可能大家都有其他的事情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了。那我这边也顺便提一下，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开始跑这个 GDV 公民科技奖助创新奖助金，那入围的这个名单已经出来了。这个奖助金就是希望说，如果大家在大松，哦，这个比较分散式协作的时空做的专案没有办法继续，需要比较长的比较。集中的资源的话，可以来申请这个奖助金。那第零期我们是试办，那第一期的征案是在六月会开始征案，所以这一次其实今天有不少提案，但是没有入围的朋友有来参加黑客松哦。那也欢迎下一次，可能在黑客松酝酿一下，多做一些其他的协作，跟社群有一些互动，然后再来提案。那我们是
六月开始，然后七月就是重新再跑一轮。好，所以不管有没有负责，今天的各位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先跳个坑吧。那就是要找到你的坑。好，所以每一个这个连接，这个提案连接后面，请各个专案组也写清楚你需要什么样子的人，这样子也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比较适合的。好，那我们有设计一大堆这个贴纸，好像已经有些少了，我外面有一些贴纸你可以贴在你的身上，那也记得要带名牌，然后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彼此认识。好，这边简单讲一下怎么提案哦。不是说你提一个案然后就会有人跳坑，因为时间很短，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比较精准哦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要做什么，厘清你的问题是什么，然后你要怎么做，这样大家比较知道接下来可以怎么参与。好，然后具体的说需要什么样的人力，然后很重要的是说Jimmy 是个希望可以用开源的方式分享所有成果的社群，所以也会希望你在开始的时候 present 你的 project 的时候就先说清楚你的成果会用什么样的授权，你也可以是不是开源的授权，但是一开始就先讲清楚，大家会比较了解参与的程度，那大家可以自己选择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三分钟内要结束。然后呢，以前常会有人说，哎，你们 GDB 可以做这个，可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想做这个，然后有没有人要加入我？好，我想做这个，我说关于这个，我觉得可以怎么做，也是比较具体的做法，那别人比较容易可以一起来实做。好，所以早上是三分钟，下午比较长，是五分钟。那这个我们在前几次准备的这个背心哦，虽然很像保护妈妈，但是因为我刚好就是一个妈。好，那个有人就是我们有设计这个背心，那是居里米大使，那等会我会征求一下有没有社群朋友愿意，先举一下好了，小谢来了，好，你还有呢，长刚，还有呢。好，等会那老人都还没来。好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茫然，那你就找那个穿背心的人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设计，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坑，我们就会给你一个这个坑主辨识装置，就是一个背章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要在这里找到一个皮卡丘，是找得到吗 ？Charlie Brown 里面有一个皮卡丘哦，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背章，在茫茫人海中你就可以找到坑主了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坑主要记得拿这个，好，然后要拿那个立牌写上你的坑的名字。好，所以以上是怎么样填坑，怎么样挖坑，怎么样入坑。那这个整个环境我们会希望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 Code of Conduct， 就是一个行为安全守则、与会守则。那基本精神就是尊重所有的参与者，那杜绝一切形式的歧视和骚扰。那如果有任何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，请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络。那可能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就来找我吧。好，所以呢，再来是很重要，每个人都请带好名牌。有人没带吗 ？Aaron 没带啊 ，Mac Paul 没带啊。都要去带名牌好吗？这样子为什么要带名牌呢？因为你要进入人多区，例如说食物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一边抢食物，然后一边看到有人带坑主，然后又有看到名牌，你们就马上可以接上线，就说那个我对你的专案有兴趣，我叫谁谁谁，这样马上就可以组成一对了。好，所以在人多区不要害羞，就勇敢的去抢食物，勇敢的去找人聊天，那通常很快就会找得到你的队友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多吃一点点心吧。好，那个食物组的综合实在有交代，下午请把这个回收叠好，好吗？每一次我们都做得很好哦，我们请继续。然后今天有新的贴纸哦 ，Powered by GDB， 就是这个公民科技奖助金新的贴纸。那贴纸一贴纸都要钱哦。
就大松啊，就是都是靠小额捐款，所以我们今天有放了一个重要的物资，叫做现金捐款箱。如果那个走过拿了贴纸，然后觉得还不错，然后想要捐款，支持大松的话，欢迎捐款。那如果现场没有捐款，没有关系，回去想想，哎，今天食物还不错耶，那也可以到 ocf.tw， 然后 donate， 你可以成为长期的捐款人或是单次捐款人哦。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研发科的开放资料社提供我们 GDME 的没有人要帮你煮咖啡的挂耳包，那无限制供应，然后还有一个精美的这个手冲壶，非常精美的手冲壶在外面，好，是要不要 拿来秀一下？非常精美，好，那 你们如果那个 coding 累了，就去喝咖啡吧。那一样哦，那个捐款箱就在旁边哦。好，这个是 Coffee Lab 的咖啡呢，这是还不赖的。那鸠松半大松的这个团队叫做鸠松哦。那相关的资讯在这边，如果有兴趣参加，就是当 volunteer 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的资讯都在上面，然后鸠松网电子报。超精美的一个手冲壶，上面还有 logo， 这个是非卖品，请不要拿走。好，今天感谢大松的入坑人哦，新手教学小班，然后那个食物组 Joanna 小草，给他们鼓掌。今天有非常特殊，好像草莓季哦，今天是草莓季，所以可能会看到红色的那个草莓一片点心。然后报道门神老肖和福米，录音手没破雨婷小四。然后还有感谢不当委员，好，然后筹备是鸠松团，那我是鸠松团的坑主，那今天希望大家 happy hacking， 好，那就最后是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回收，最麻烦如果提早离开，把这个警绳放回这个桌子上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组的。好，先。